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漂亮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什么星座明星绯闻最多。娱乐圈呢是盛产绯闻的，绯闻最多的地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一说哪些星座的明星绯闻最多。双子座，双子座啊，水星入庙，是水星入庙的星座，不用说呢，一定是绯闻最多的一个星座了。很多知名的传媒人士啊，也是双子座的呢。因为呢，双子座的人喜欢传播信息，所以这一部分的传媒人很喜欢爆料新的新闻呢。那双子座中最典型的代表明星就是张柏芝了。张柏芝自从与谢霆锋传出绯闻之后啊，到后来成为正派夫妻，再到最后的雁门照事件导致两人离婚，期间呢各种绯闻不断，与男明星陈冠希的雁门照事件，到与陈晓东的恋情，再到与陈小春。我想啊，陈小春的《我爱的人》是不是也是为张柏芝而做的呢？张柏芝与合作过的男明星啊，大多都传过绯闻。如今呢，36岁的张柏芝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最近呢，传出她即将结婚的消息。每个人都有被原谅的权利，希望她在以后的生活里呢，能够过得开心。天秤座，天秤座是帅哥美女盛产的一个星座哦。天秤座自然有很多的明星咯，再加上天秤座的人缘很不错，在娱乐圈里天秤座的朋友很多呢。这些年最火的小花旦赵丽颖就是天秤座的哦。刚出道的她也经常传出不少绯闻，但是坚强的她依然在演艺圈不断打拼，凭着单纯可爱的脸蛋、直爽的性格、优秀的人品，赢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。如今的她呢，在娱乐圈获得了不少朋友。好啦，以上。